你希望我提吗？你要不希望我就不提了。拿来了。还少一本《使徒导证》。把《使徒导证》拿了一本。啊，外面你们不要开空调啊，我怕这电。对，你们尽量别开空调。这就。你听到没有？外头不要开空调啊！我已经关。对，因为怕那个电。空气放进来。啊，我怕一停，这电可别坏了。嗯，应该问题不大。嗯，应该问题。现在声音是直播的。啊，是直播。哦，真的。
3, 2, 1，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进入局座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赵娜，同时也是局座赵中微信公众号的负责人。那这半年呢，网红特别流行，当然我不是网红啊，今天我们的网红是局座。在 B 站里面呢，网友们经常把局座去 P 成各种各样子的，所以说今天呢，张老师的首秀今天选择在了 B 站。大家好，我是赵兆中啊，你们吃饭了吗？我今天是7点钟到这个直播间啊，我的房间当时已经好7、8万在这等着呢啊，这个谢谢大家啊，这个很早就吃饭了，我早就答应你们，我说我这个直播我一定到 B 站来，这个没想到第一个直播就到就在 B 站了啊。你那原来老黑我的那小朋友在不在？以后把我 P 的漂亮点、啊，好吧？今天呢，局座来到这个直播间呢，希望大家能多参与、多提问。今天局座呢，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礼品。那我们抽奖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参与我们的提问，网友中，提问的网友中，局座会随机抽选；另外一种呢，是在我们整个屏幕的左下方有一个，这个是宝箱，大家可以参与在宝箱里抽取我们的幸运观众来获得奖品。那张老师，你这个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要不要给大家秀一下啊？这是雾霾的，我这是海带的。这个商品是局座周边，然后在局座公众号，来张老师咱们先坐。在这个局座公众号的下方有个商城，商城那个地方就可以购买到。现在是这样，张老师咱们先来一组打假行动啊。今天有朋友跟我发微信说你们的衣服在淘宝有店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个淘宝上有卖你们同款的。只此一家，别我们淘宝店有可能会开，可能在下周或者是大下周吧，有可能会开，但是不是现在啊。今天咱们给网友准备了这个周边大礼包啊，周边大礼包里面有局座的 T 恤，还有我们这款杯子啊，当然了还有帆布包、鼠标垫，还有我们的手机壳。希望网友们今天踊跃的来提问，来刁难我们的局座啊。那张老师 ，B 站直播呢？您这是第一次直播，在自己的直播间。那您这次为什么选择在 B 站了？B 站其实我这个很早啊，就是我的视频都会传到 B 站啊。这个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好多小朋友都是在 B 站看我的直播啊。就是我最后问了一下，他们说都是网友自动上传的，号称我顶起做半边天，没拿 B 站一分钱啊，顶起做半边天。然后上次呢，在乌镇啊，我跟唐国强老师参加活动，所以现场的话呢 ，B 站记者提问啊，我说的跟唐国强老师说，我说咱们俩在 B 站挺好的，什么时候咱们搞个直播去啊？这个在那时候就等于我答应 B 站啊，答应 B 站，我说我以后要来，因为我这个退休以后啊，这个就开始搞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活动啊，搞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赵中，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大家和增加一起交流 ，B 站都是小朋友啊，是我主要交流的对象，所以我到 B 站跟大家在一起很高兴啊。今天晚上主要还是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是外卖。你平常想问的一些问题，没有任何的限制啊，这个你随便问。但是现在呢，就是今天有一个问题啊，我其实早来了，7点钟就到了，但是就是说，好像人太多造成堵塞，我就是怕这种直播，我这个几次直播都是出现这个问题，都是现场基本上，怎么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都关带，光线关带啊。所以说今天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现在看不到你们的弹幕。一开始呢就是网友太多老卡，这个是不是一会儿就好一点啊？因为他的地方都在，是专门针对从本部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直播的现场都很辛苦，这个事情准备好一天了啊，这个大家也有期待，所以说我也挺高兴。对，咱们今天10分钟基本上属于系统瘫痪的状态啊。那个张老师，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啊，
为什么开了 B 站这个号啊？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可能我比较清楚，是因为在 B 站上可多冒充了您的人了。你告诉大家这个号叫什么名字？就是您本名。您这个本名还是今天早上零点的时候 ，B 站的同事们帮着拿回来的，都被别人给注册了。叫什么呀？就对，就是您的名字。哦，我在 B 站有一个号，我才知道叫张兆忠啊。对，嗯，因为之前山寨号太多了，还有网友用您的名字回答网友问题的，回答其他网友问题冒充您。哦，对，这个说一下，就是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局座就好多，战壶局也好多，现在就好多冒充我这个东西啊。这个谢谢大家，首先大家都挺关心我，挺热爱我这个挺好，但是多了之后，由于不是我发，现在咱们看不到弹幕，那咱们先聊点别的。就是您这次开完了以后，是不是以后经常会在 B 站直播，或者是在其他平台也会有直播？还潜伏吗？B 站开了这个号，大家以后经常关注呢，是可以到这里头看我的一些视频节目啊，对不对？我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在这个号里面开展啊，以后。直播还要继续啊，以后如果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呢，B 站有需求的话还可以进行。大家也可以我的微信公众号去看啊，我的微信公众号还是很受欢迎的。今天五点多嘛，发了一篇文章关于南海农产品的一个文章，到现在已经10万了，马上就10万了阅读量啊。今天我这个就到这微信。今天晚上我估计你们这么多人看，加关注的怎么着？啊，举手的没加关注的赶紧啊！你们一加关注我，跑啊！今天准备了很多的奖品，你们注意点啊！这个一会儿听一点，看怎么样有奖品，还有什么笔记本计算机，有什么手机，还有好多好多礼品啊！你们注意点。局座也说了，以后会定期的来 B 站做直播。欢迎四面八方建局滚啊！我想这个词儿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张老师，要不要给大家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建局滚？建了局座就滚进来了。因为现在我们看不到弹幕，看不到网友的问题。要不张老师，咱们从看看能不能看到。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就在咱们的微信里面找一些问题吧，好不好？网友都在说现在出来了吗？哎，那我刷新一下，可能系统已经可以了。今天这个系统的我这还不可啊，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啊，多少了现在？现在大家都在说声音不行，声音小。声音小啊，可以吗？你能听到吗？说我声音不清，声音太小，声音太小。这个现在我看到你们的弹幕了，现在声音清晰一点了没有？声音可能还是不太可以。啊，这个是20万人是吗？多少？我现在看不到人数。22万人。但是我现在看不到弹幕啊。我现在看不到弹幕。声音太小，还是说声音太小？对吧？听不见。那张老师，咱们先介绍一下咱们，马上咱们要不这样吧，咱们先抽一次奖好不好？听不见，你抽奖，现在马上就抽奖。能听见吗？嗯。现在能听清吗？这个声音还是不行。设备有了。啊，声音有了是吗？声音好点了。我再刷新一下看一下。刷新一下。现在大家感觉我们的声音你能听清吗？还是没有弹幕啊？没有弹幕，看不到。局座直播就是要刷爆的感觉。我一直播人就多，所以说大家多包涵啊。也是个好事，因为很多没办法啊。我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
新浪网去播。等一下，张老师，他们说我的没有问题，好像是您的有问题。我的有问题。啊、哦，来来来，我把我的先给你。嗯。我把我的先给你，好，我换一下啊，我听网友意见试一下，因为橘子今天是主角。嗯。来。嗯。大姐说刚才听到我的声音，现在好些了，你们感觉好些了吗？你的声音好些了吗？啊，说我的有杂音，现在好些了没有？啊，现在我看到你们的大，你们感觉现在声音好些了吗？我看到有点啊，有点慢。我再把刚才的话跟大家说一遍吧，这个现在是播的吗？是这样的，就是 B 站呢，是我接触的一些小朋友呢，他们都上 B 站，包括去做最强大脑，他们那些小孩都上 B 站。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以后的话呢，我就是到 B 站呢去看一看，好家伙，全是我的，号称这个极作顶级 B 站半边天。那么以后呢，我就开始关注这个 B 站的好多的动态啊，发现小朋友都很喜欢我，都 P 我的图啊，这个所以呢，当时我就说啊，既然大家都喜欢我，我就到 B 站去搞个直播啊。他们今天才帮我注册了一个号，是关着的还是开着？对，开着。我现在在网上呢，就是一个是今天刚在 B 站注册的这个号。现在就是啊，声音大点，要求我的声音大点啊，你们看看能声音给它大一点，对，好多人听不清，所以呢我就说再一个就是橘子赵忠微信公众号啊，我橘子赵忠微信公众号今天已经是突破61万了，今天晚上你们加关注的话可能就更多了啊，都加关注了没有啊？这个所以今天晚上呢，我给大家这个直播状态呢，就是你们希望我回答任何问题都可以这个提出来，没有任何的限制，好吧？这个但是就是由于人太多以后，这个有时候它不是声音出问题啊，就是阻塞呀，就是延迟啊，反正各种问题啊，也是个好事嘛，反正大家这个关心，好吧？阻塞的比较厉害，嗯。我现在换了一个麦克风，这个能听见吗？这个可以吗？能听见我说话吗？嗯，弹幕又没有了，我看。我刷新一下。嗯。能听见吗？你说吧。开了没有？还可以。我这个声音可以。OK。是我这个好还是张老师？嗯，你说吧，你把奖品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那我们系统的刚才没说清楚啊。我们先说一下，今天呢，局座来到，哎，张老师不对，一般人来直播都是等着要网友给打赏，您今天来了自己带了这么多礼品，给打赏。我为了今天的直播啊，我这个昨天啊，特意在 B 站上转了一圈，我看所有人的直播都没有送礼物的，全是等着人打赏。哦，这样子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准备了很多礼品，抽奖方式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提问，局座呢会在弹幕中随机抽选；第二种方式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左下方呢有一个点击抽奖的宝箱，我们会通过两种方式来抽奖。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第一次抽奖的礼品吧，我们的礼品是张教授的签名照片6张。这个我们在橘座赵忠的微信公众号应该已经发过了，这个我们会在点击抽奖的宝箱中抽。然后第二个呢，奖品是两部小米5手机，这个还是比较重磅的啊。你不展示展示在哪里？货还没到。哦，这样子。对对对。大家那个小米手机还没有到。张老师最新款的呗，对不对？还有什么都给大家说了。后面我们还会有3次抽奖，分别是空中网坦克世界的模型，还有战舰世界坦克世界的迷彩 T 恤，还有坦克世界和战舰世界的鼠标垫。当然了，这两个鼠标垫你要签一下字啊。嗯、
还有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哎，张老师，您玩游戏吧？嗯、玩游戏，这玩游戏的啊。对，这款笔记本呢，就是游戏笔记本，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是我们今天准备的最重磅的。啊，专门喜欢玩游戏的这个很高端的。灵魂到了这个环节以后，再给大家详细说一下。然后另外呢，还有张教授的5套签名书，这个书张老师给大家展示。啊，这个书是这样，史说导征啊，史说导征，这个是新出的，走向深蓝上下册啊，这是一套上下册，这个很便宜，68块钱，这个是归畔海洋，也是上下册啊，也是上下册，还有是百年航母，也是上下册啊，这些书合起来叫海洋三部曲啊，一共6本书啊，这个大家可以。多关注啊，我们还有的奖品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这个，Kindle Fire 3台，在这里面可以去读张老师刚才展示的那几本书，这个电子阅读都可以在那这里面看的，然后另外就是6张价值200元，分别是200元面值的这个阅读阅读的畅读书。那这个在这个里面可以读到50万册的正版图书，都可以随心去阅读。后面我们还有奖品是张教授的周边大礼包，就是张老师今天我们身上穿的这个衣服，这是我们的周边大礼包，这个有5个橘色大礼包，不光是 T 恤，还有其他的，这是我们送的，另外还有3部小米的 Max，也是手机，所以今天的奖品还是蛮很多很多，我大概。粗略的统计了一下，这个奖品的价值可能应该在2万块钱左右了。局座，我不知道今天您能不能收到2万的这个礼品啊。你看回答大家问题吧，下面。好吧。刷新一下弹幕啊，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问题了啊！你这个喜欢 B 站，你最可爱的是什么？张老师，您稍等，因为这个我可能要点一下，一会儿。您说。您先回答吧，一会儿咱们再来抽奖的环节吧。你刚才那个问题，我感觉就说，为什么喜欢 B 站？B 站有哪些可喜欢的、可爱的地方？因为 B 站这个童言无忌啊，我喜欢这孩子们说话没有包装，这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不是说有的人苦于心计，就是不喜欢他就说喜欢，所以我最早喜欢 B 站是从 B 站好多人骂我，好多人黑我开始喜欢的，我就感觉这个不错，好多人把我弄成稀奇古怪的各种形象，我说挺黑我就注意到 B 站了。现在你们都黑转粉了没有？都让我给感化了啊！我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啊！反对过我的、骂过我的，最后都成为我的好朋友啊！这个，所以 B 站呢，小孩们挺好。这个我也看到 B 站好多小朋友说，这老爷爷多好玩，每天陪我们玩啊，也不要啥报酬啊，吃饱了饭没事哄着孩子们玩啊，哈哈，给小孩们讲故事，挺好。这个，所以我那个，橘座赵征微信公众号里边这个悄悄话啊，橘座视频。张永忠说，这些个呢都是一些音频节目、视频节目，还有好多文字，所以最后都反正好多东西都转到你们 B 站去了，你们就可以看到我大量的视频节目。我现在这个电视节目呢还保留了几个啊，海峡两岸。哦，对了，明天我要去录海峡两岸，海峡两岸要明天后天可能有2期，还有房屋新观察，每周末晚上8点钟。海峡两岸是8点半，军情解码，我明天还要去录2期军情解码，北京电视台的，你们多关注啊！好，有你们关注，他们就有收视率了啊！张老师，您不光是这几个节目啊，您现在还有几档网络节目？网络节目？您的网络节目是我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有一个张正中说，张正中说是一个20多分钟的一个视频节目，现在呢改在我的微信公众号播，还有马上要开播的，可能是八月份吧开播，就是跟那个军武次面啊，叫军武大本营，
哎呦，这个节目要一开播了以后，那军事节目里头那是最高大上的了啊，巨豪华的演播室，跟2023他们一块儿再搞一个，要搞一个大新闻呐 啊，所以前几天在798搞了一个发布会，哎呀也特别火爆，把我热的啊，这个很多很多小朋友到那去，还有什么军事体验啊，这个他们这个新的节目呢，上面有很多的3D 的什么游戏引擎的啊，好多现代化的一些设备啊，一些技术都用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将来可以期待的啊。嗯，郑老师，还有网友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中国南海的紧张局势，我们弹幕全都在问这个问题，要不您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南海的问题是这样的，南海的问题就是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前呢，这个我就写了十几篇文章，发表在我的这个郑州微信公众号里头。但是我点击量都不是太多啊，3万5万，这个一直是这样的。昨天这个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我就是我吧，我就感觉大了，没有这个大事情，我看完这话说错了，我就到我这个工作室来看看，你小朋友在加班呢。哎呀，他们非让我要说说这个南海仲裁案，我就昨天去现场，我说那你说说吧，就把机器架起来就录了一期节目，20多分钟，今天放到我的这个软件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去看，是一个视频节目，这个大家都可以完整的看啊。我直播前已经快达到10万了，现在我估计已经达到10万加了，给大家看还是不错的。那个里头我讲的很系统，就南海仲裁案的情况。那么菲律宾方面啊，从这个法律方面，从历史角度，所以我就不想现在在直播的时候再讲了，因为你看那个视频就可以了。而且呢，今天的这个这段上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呢，还有好几个这个以前发表的文章，有5、6篇吧，一些大的文章我都把它发表上去了。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去看一下发表的这个文章。今天我微信公众号这些都可以让大家从各个角度，从历史的角度啊，从军事的角度，从这个法理的角度啊，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都可以全面的去了解南海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关心南海会不会打起来呀，南海的，所以说这个今天。我就是全给大家了，你就回去慢慢看去吧，有多少万字我都知道，好几万字的啊，还有视频啊。这个总的来讲呢，就是南海大家不要那么紧张。我个人认为呢，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个人比较期待呢，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有可能会有下一步进行友好的协商，因为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呢，以前的事儿他就作为历史的一页就翻过去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有可能会在南海出现一个新的合作的局面。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今天这个视频的这个题目啊，就是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啊。哎，张老师，现在好像弹幕这边也好了，好一些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刚才那个话题，你说南海肯定打不起来。不，也不能说肯定打不起来，就是你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那么战争的可能就小啊，所以说呢，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个人问一下，我有一个朋友昨天发微信让我非要问您一下啊，就是他要携家眷要去那菲律宾，对，菲律宾那边要去旅游，到底去还是不去？您给个建议。去菲律宾，携家带口啊。啊，去菲律宾最近是有点问题啊。这个最近大家最好是不要赶在这种热点的地方去菲律宾。如果你一定要去呢，要避免和当地人去讨论南海仲裁案这个事情，因为菲律宾它还有一些民粹主义，也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啊，在这个方面表现得非常的极端啊，所以。一般的大家养成个习惯，就经常看国际新闻，哪个地方出现危机了，突然这个国际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了，最好就旅游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一定要去也可以，
啊，你比方说我就知道有好几个人，阿富汗战争打成那样，伊拉克战争打成那样，他非要去那个战地去看看人家怎么打仗啊，也挺好，你这是一种冒险啊，但一般的老百姓就不要凑这个热闹啊，这个外交部都有提醒，到哪儿去，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最好去菲律宾要注意点，过一段时间有可能杜特尔特上来之后呢，形势会有所缓和啊，到那个时候大家再去还是可以的，嗯。有小伙伴在弹幕上说买好保险去吧。那张老师咱们现在先给大家抽一次奖吧，抽我第一次抽奖。那张老师刷新一下吧，您点一下弹幕。您那边不行是吗？我行了，点弹幕我怎么点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现在说一下啊，那个局座马上要给咱们在弹幕上抽奖。所以请大家现在可以多多刷弹幕，多多上弹幕啊。我点一下他就能得奖吗？是，您要点一下右键，您得刷新一下让弹幕出来。稍等，弹幕还没有出来。出来了、还不少呢，您随便点一个吧，点一个然后点击右键。这个太少了，这个啊，太少了，弹幕太少了，怎么一说一说抽奖怎么大家没有人上弹幕了，抽奖就没弹幕了。再确定。张老师，您先刷新一下那边，我这边在宝箱里抽一次吧，好吧？这个宝箱也没有反应了。哦，来了，弹幕来了，来了，我这个怎么弄？点一下右键，点右键，随便摁点一下右键。哦，等他来了。不是，已经过去啊，对这一波。您看好了哪个？点击一下右键。这次咱们抽奖抽的可是有小米手机啊，大家怎么这么不活跃呢？还是系统的问题？我们这次抽的，哎，我点了，怎么没出来呢？点击一下右键，我点了一下吗？别动，别动，已经点出来了，已经点出来了，我看一下他的号码。随便点了一下。不是。在哪里？这个人的，这位幸运的网友的 UID 是，我稍等一下，我记一下，这个要记一下。你们能截个屏啊什么的？1242989894。恭喜这位网友获得了小米五一部。小米五呢？哎，张老师，您用手机用的是安卓系统还是苹果系统？安卓。安卓系统啊。啊，我这就回去了吧。啊，您可以，您可以关掉了，您可以关掉了。刷新了吧？啊，不是刷新，我把这个关掉，这还是刚才那位网友的。您就关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您再刷新，再点一个弹幕出来，点击右键。哦，已经获一个手机了。对，因为现在据说小米五是目前最快的安卓手机，要不您也可以试一下。小米手机，对，您也可以尝试一下。我这没有弹幕了。刷新一下，再刷新一下。没有弹幕了。哦，按右键就可以了。对，要把它的那个空间打开。来了，来了，来了。哎，后面这波比较多。62万啊，这么多，张老师您从中选一个吧，谁这么幸运？选上了吗？选上了，选上了，我看一眼。选上了啊，看看选上谁了。稍等一下，我要记一下。哦，有点慢啊。对了。啊，这位幸运的网友的 UID 是34840945。恭喜您获得了一部小米五手机。好，不是你这个号不记了吗？啊，已经记了，已经记了。好，张老师，现在这个宝箱这个位置，哎，在哪？我不知道这个宝箱现在是可以直接点吗？这个地方也是右键吗？这个不是，这个宝箱，我们在宝箱中要抽取6位幸运的粉丝，获得张老师的签名照片。但现在看一下啊，好像系统又点又不行了。嗯，现在系统又出了一些问题。一说抽奖人多了，
就不行了。哦，不行，我这都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嗯，声音还能听到。嗯。声音还可以听到吗？声音可以听到，正好现在只有音频，没有视频。啊，只有音频。我这现在没有啥。没有。哦。啊，有视频，我们这什么也看不到了。那我们这个签名照片可以稍等一下再抽吧。好吧，那咱们继续，张老师。啊，继续，我这。张老师，您上次去上周六吧，798参加的军武大本营的发布会，那个节目好像只是就是他们那个军武次元院的小朋友们基本上都属于二次元。嗯。您对这个二次元的看法是什么？二次元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个他们那个军武次元院呢，都是一帮小孩啊，就90后，全都是哔哩哔哩当中的一些网友啊，他们都玩游戏。每天生活在虚拟世界啊，这个全是搞一下二次元。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我就感觉呢，年轻人挺好啊，每天上网络能够获取网络上的一些最新的信息，能够把最新的一些网络技术呢，那么使用在自己过程当中去。你像我们这些人，现在这个在网上可能有些岁数大的一些人。像我这样的岁数大的人也可能有，就是像我们要想学一个 APP 呀、啊，你比方今天怎么样上 B 站来看直播呀，怎么样去要获奖啊，这个搞不懂啊，好多人都搞不懂，都需要学习，需要年轻人去教。年轻人他不用的，他上来就会啊。这个像玩这种直播呀、看视频啊、一般的 APP 呀、他一上来就会。你说这个高科技也不怎么设计的，年轻人都会。现在下一步呢，我们想跟军武次元院一块合作呀，搞一个军武大本营这样的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周播，将来是在腾讯视频啊独家播啊。节目现在正在策划啊，正在制作过程当中。这个节目呢，就改变过去那种像我现在做的张荣说，我就一个人坐着说，因为我这个确实。我自己搞这么一摊子也没什么经费啊，我自己出钱就弄这一摊子，你让我搞大制作我也没有。人家军武次元院他们搞这个军武大本营，人家初期投资就好几百万，人大投入啊，大投入搞大上。不仅这个演播现场演播室搞大上，而且后期制作它都是现代化的一些技术啊，这个所以说呢还是很受期待的。现在年轻人想法很多啊，想法很多。这个我个人的话呢，就是一直是搞技术啊，科学技术、武器装备的。我很希望使用现在的一些高技术啊，这个把一些武器装备的一些原理性的东西啊一些深奥的东西啊，跟大家说一说啊。所以以后有机会呢，还可以跟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嗯。还是没有是吧？还是没有。啊、您不要刷了，咱们反正。啊，出来了，但是没有弹幕。啊，有弹幕了。啊，那我回答，能讲解一下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吗？无人机是这样的，无人机现在是智能化的一个方面，随着这个 AlphaGo 进行这个围棋比赛，那么以后的话呢，就是无人化，包括无人汽车呀、无人机呀，啊，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导弹，像战斧巡航导弹呀等等这种。都属于无人机的范围，都属于无人智能化武器的一个范围。无人机将来的应用又非常广泛了啊，一个是用于无人驾驶啊，再一个无人娱乐这方面啊，我听说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公司占世界就是非军用的娱乐型的啊这种民用的无人机市场的70%以上啊，这个就很厉害了，一些婚庆啊，一些拍照啊。无人机以后越来越重要，现在已经无人机向这个送快递方向发展了，像农村比较偏远的农村啊，道路山沟里边道路也不是太好通，如果使用无人机送快递就非常好了。岛屿上对不对，一个小岛上有订快递的话，使用无人机也非常好。但是在城市呢，使用无人机要非常注意啊，因为城市有些无人机它会飞到一些禁飞区，比方说在北京使用无人机的可能性就很小，
要么就是军事禁区，要么就是政治上的一些敏感区域，要么就是机场。所以在城市像这个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使用无人机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在农村就好很多啊。所以无人机这个发展方向还是很好的。还能看到问题吗？还有一个网友在问，智能机械远程操纵战争会成为以后的主流吗？智能啊，它将来是这样的。智能将来，我做过一期节目，就关于这个机器狗啊，就是这个机器狗将来呢，它可以在战场上进行越野，可以帮着士兵背负一些辎重啊、弹药啊，背负一些这个物资器材呀、士兵就冲锋打仗了，士兵不管背这些东西。所有一些武器弹药让机器狗背着，机器狗四条腿，所以说稳定性也很好，你踹它几脚啊什么什么，打它两枪它都不会倒下，负重呢能负重一两百公斤以上啊，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的。那么外骨骼这个呢，就是有点像阿凡达的样子啊，就是人开着那个大的一个机器，或者是人带上外骨骼，都可以帮着士兵去可穿戴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提起更多的重物，可以进行搬运，那么这些个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战场的一些小的机器人，比方说进一个小山洞里边，山洞里边有一个恐怖分子啊，不知道他手里带着什么炸药啊，什么手榴弹什么枪啊，如果想进入这个山洞里边，把他的情况能爆出来，或者是把他击毙，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派一个机器人进去，进到山洞，机器人上面带有摄像机或者是红外摄像机，就可以进去把里头的情况拍出来，外面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啊，甚至可以遥控这个机器人使用武器啊，把它炸掉。最近最新的一个就是机器人第一次杀人，是好像是美国警察在发现了一个人在进行恐怖活动，那么这个人身上带有很多的武器，那么但是呢要想把它消灭呢很难，它隐蔽的很好，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警察就派了个机器人进去，那机器人给他通过机械臂啊加着一个爆炸装置，就把这个人给打死了。这是机器人杀死人的第一个案例啊，这个以后可能类似的机器人作战呢就会越来越多啊。张老师，有网友问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会不会弱化，以后他该如何留学？我觉得这个还是和大家比较贴近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呢是这样，是没有办法好啊，没有办法好。这个中国和美国呢，我们曾经有过蜜月期啊，1978年到1989年，那一段是蜜月期。什么叫蜜月期呢？就是美国的军舰到中国来访问，那个时候我年轻，到舰艇上去当联络官，我想看什么都给我们看，而且我们看中的东西想买什么都卖给我们啊。这个但是当时呢我们的军费只有不到100亿美元，所以好多东西都买不了。那么以后呢中美关系恶化，那么现在的情况呢，这个美国主要是想遏制中国，像现在南海仲裁啊，美国在背后策动这一套，主要是遏制中国。为什么现在跟以前一样美国不对中国好了呢？因为中国现在强大了，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这样下去之后的话呢，就是美国就担心中国强大之后对他会构成挑战啊，所以美国为了保住他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他不愿意中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基本上现在就是这样。通过这次南海仲裁案呢，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中美关系将来要想再出现蜜月期啊，那是根本休想啊。这个现在呢还处于我们很多人呢对中美关系不清晰，所以通过这次南海仲裁案呢，我们应该更加清晰，就不管我们中国怎么做你都不好，呵呵，美国都不满意，因为它核心的就是想遏制你，想整死你啊，最好是像苏联那样把你整解体了，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表现好。我们过去跟美国是不是、啊、也曾经友好过，也曾经，但是很多事儿都出来了。1999年5月8号炸中国使馆，对不对？2001年4月1号中美撞击啊，对不对？再往以前就是银河号事件
啊，对吧？我们就表现的，你表现软弱，他就欺负你。我就说美国属弹簧的，啊，我们硬了他就软，我们软了他就硬，啊，所以说对付美国这种没有办法，这个所以说我们只有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加强我们的经济啊，我们自己强大起来，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命运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边，所以这是对美国。日本呢，他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呢，他是属于谁强他就他就佩服谁啊。这个好多网友可能说了，中国现在不是强大了吗？美国怎么不佩服中国？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强大，对不对？这个我们所谓的强大不是 GDP 上去就强大，对不对？你的文明礼貌上去了吗？对不对？你这么多人到日本去，整个什么见什么买什么，日本人他就感觉你还是求着我，是不是？你的文化啊，你的军事啊，你的政治外交啊，你的经济，你的科学技术，对不对？日本现在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共是，我没有仔细算吧，可能是22个人啊，我们现在才2个人。所以说呢，就是在全方位的日本，他现在还瞧不起中国，还是处于跟中国掰手腕。如果哪一天中国像美国那样强大，远远的超过日本，比方说我们的 GDP 超过日本的3倍，我们的军事力量、武装力量超过日本的2倍，啊，让日本感觉到不敢惹中国，要打也是找死，那那个时候中日关系就会非常好了。所以说未来起码10年之内吧，我看不到中日关系有更好的这种可能啊，哈哈，没有，嗯。刚才咱们在直播间里面啊，最多的时候人有66万多人。哦，这么多了。所以可能后台为了保证大家都能够去收看直播，暂时把弹幕关掉了。但是我透过右侧的地方还是能够看到大家网友的提问的。嗯。啊，那我就跟您说一下问题吧。哦。然后刚刚有一位网友是接您这个问题上一个问题问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机器人的电磁波是不是能够毁灭机器人呢？电磁波哦，这是个新的问题，我想想啊，电磁波能够毁灭机器人，这个有可能吗？哎，好了，把局做难住了。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首先机器人的运作呢，它分2类啊，比方说现在的无人机啊。就是机器人，其他的机器人也差不多了啊。刚才我给大家举的那个机器人杀人的那个案例，机器人杀人的那个案例是警察在后边操纵机器人，这个操纵包括有线和无线两种方式。那就是说在机器人和人之间中间有一个数据链，是人控制它的和操纵它的。如果你有电磁波对它进行强干扰，就切断这个数据链，那个机器人就处于失控的状态啊，这是可以的，电磁波就可以消灭机器人，因为你把它的这个指挥控制它的数据链路给它切断了。但是呢，现在好多的机器人呢，像美国的 X47B 啊，这个 X47B 这个它是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有多重呢？像我们的歼10这么重。你就把美国的这个 X-47B 想象成我们歼10，就这样在航空母舰上自己起飞自己降落，从来没出现过事故，而且非常的准确。它这个有个什么特点呢？它不需要别人指挥它，它自己掌握，那就跟人一样啊。那你这个东西的话干扰它就比较有限啊，你非得找对频率才行啊。这个它是自己自主式的机器人，所以这个呢它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啊。一般来讲呢，电磁波干涉机器人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它本身有抗干扰能力，抗干扰能力就是你干扰它这个频道它跳那个频道去了，跳频啊，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能力的话呢是不受干扰的啊。但是一般的民用机器人都是受干扰的。嗯，张老师，有网友已经抗议了，让你自己挑问题，不让我问。啊，抗议我看不到问题啊。啊，我看不到问题啊，我再刷新一下，在哪里？这个弹幕一会儿会开吗？我们一会儿抽奖的时候还会开。你怎么看到萨德系统啊？我说这个是不是看右边这问题啊？对对对，啊，这个怎么看待萨德问题？我这一周啊，这个橘子赵忠微信公众号的核心就是讲萨德问题，我从3个角度讲萨德。
周二呢，这个有一期节目叫局座时评节目。局座时评节目我录了20分钟的这个音频，然后呢有一篇这个图文的推送，介绍了这个美国为什么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萨德系统是不是对韩国能够提供安全啊，这个事儿始作俑者是谁啊。我的分析的逻辑的概念呢，就是说朝鲜呢就负责在这闹事儿啊，这招事儿，一天讲导弹实验呀，这个发导弹呀，这个那核武器，一天讲的刀无债是个坏小子啊，这样。然后一闹事儿呢，韩国就说哎呦我受不了了，整天吓唬我，像我美国你快来救救我吧。美国就杀将出来说我怎么救你啊，怎么救你，说是这个他要发导弹了，你得把他这个导弹给他干扰掉啊。美国说正好，我正好想在这儿部署个导弹呢，对不对？然后这个部署导弹，美国部署导弹不是保卫韩国，是对付中国啊。这样的话呢，美国就把他的萨德系统部署在韩国，韩国说谢了，真是美国真是救命恩人。所以这个逻辑过程当中呢，朝鲜扮演了一个坏小子，整天在这招事儿，然后韩国扮演了一个受害者，美国扮演了一个英雄啊，就拿着萨德过来了。美国拿着萨德过来以后呢，有两个武器，两个神器，一个是萨德的这个 X 相控阵雷达，这个相控阵雷达呢，这个对于这个10米、20米的这个弹体，导弹的弹体，它的探测距离最远到2000多公里，就是覆盖中国的华北和西北地区，就是中国华北西北地区的导弹如果能够发射的话呢，它就可以给你拦截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导弹啊。那么这两个的话呢，对中国发射的导弹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中国的发射导弹，我们一般的是走西北华北，然后走黄海，然后走西北太平洋上空，然后走这样一个弹道。所以美国在这个弹道呢，它以前是放在阿拉斯加，放在关岛，放在日本，有两部X 雷达。那么但是呢再往前就没有了，它不往前置呢，就对中国的纵深威胁比较小。现在如果它往前置放在韩国，对中国的纵深就推进了几百公里。所以说呢，中国现在有点就感觉你韩国太不地道了，我们中韩关系战略协作伙伴，我们关系这么好，你怎么充当这么个角色，你让美国干这事儿啊，这不是危害了我们的安全了吗？哎，所以现在这个事情还在闹。韩国呢也好多人上街抗议，抗议政府的，因为他要部署一个导弹营，一个导弹营是8个发射件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导弹营在这部署了以后，将来打一仗来以后，有可能第一个先把这导弹营给摧毁，摧毁导弹营的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先给他干掉，再一个朝鲜有可能给他干掉。那老百姓就说，你说没事找事儿吧，我们过日子过得好好的，你那个导弹营过来。所以现在这个事情还在争论过程当中啊，老百姓争论，他政府已经定了，所以说美韩都已经通报了，我想挽回的可能性很小啊，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韩国是考虑自己的事儿，美国是考虑他这个东北亚战略的事情，遏制中国，遏制俄罗斯啊。张老师，还有什么？先来一次抽奖。好，你再来。这样，我们现在马上抽奖，在左侧的点击抽奖有个宝箱，我们这次抽奖的是坦克世界的模型，空中网为我们提供的坦克世界的模型。还有战舰世界和坦克世界的迷彩 T 恤和签名的局座签名的鼠标垫。那张老师，您把这个点开，您来抽吧。网友要不又抗议了。啊，怎么弄？哎，这个您在我这里抽吗？在这里。怎么抽啊？您就点击一下这个抽奖就可以了。这个。您点击抽奖。好，等待开奖。稍等一下啊。啊，这个可能要稍等一下。当然下面您可以刷新一下，您看您那个可以从这个旁边再选择一个网友。我们第二轮抽奖的奖品是华硕笔记本电脑，刚刚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现在抽这个啊？对对，就是这款新的，因为弹幕现在出不来嘛，弹幕一会儿还能出来吗？哦，
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在线同时有70万。这个电脑还是很好的，是专门玩游戏的。对，这款新的电脑是华硕的 FX51，是他们最新的游戏笔记本。这个应该是在苏宁首发，大家可以上苏宁看一看，搜一搜，有可能他们能预定啊。玩游戏的这个电脑好像跟普通的商务电脑不是太一样，它的配置会更高一些啊。这个因为原来那个叫什么最后一炮，他送给我一个玩游戏的那个电脑，就清晰度比较高。那个也是坦克，它这款机器也是飞行堡垒2016坦克世界。坦克世界，对，尊享版 FX。对，跟那个还联系。好的，大家积极的看谁能抽中啊。怎么了？抽奖的那事儿呢？抽奖的那事儿呢，您先从这边所有提问的网友当中随便选择一个，选择一个就获奖了。我先看一下能不能记一下他们的 UID。 是吗？对对对，在哪里？那个刷新吗？有刷新。您选一个，您选哪个，您告诉我您选哪个，我帮您打开那个就可以了。我点一个人就刷出来了。对对对对对，您随便点，所以幸运的人就在您的小指头移动。这个里头啊。啊，对对对，您再刷一下也可以。再刷一下吧，咱们别找这个镜就行。没有那种好多数字出来出来那一下摁一下的那种。因为今天同时在线的人太多了。我们一说抽奖就很多人都上来了，是吧？哎呀。这个后台要抽奖这要等。哦，好。这又不行了这个。您再刷一下。我刷一下，它还是刷不出来。还是没有，还是没有。现在同时在线有70多万人。啊，这有了，这有了。啊，这个叫橘座大大的，这个我能点上它吗？我点这个行吗？哎，看宝宝，看宝宝那个也行，哪个行？啊，你来。您随便点一个，您指的哪个？指这个？啊，都行。嗯。好，我们看一下他的 ID， 他们的 UID 是34915181。啊，我们恭喜这位幸运的网友得到了这台飞行堡垒2016尊享版的 FX51 笔记本电脑一台。那我们第二轮抽奖呢，就结束了。然后刚刚在点击抽奖宝箱里面呢，稍后我们在后台会有公布。那张老师，您的微信公众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咱们是从微信公众号就是从去年的12月30号开始，到现在7个月了。您当时是上我当。7个月了，现在，现在恨我吗？现在还是不错。现在我看看这微信公众号现在是多少了？真的很累，真的很累。张老师现在每天有大量的工作，每天要录音频，还要录局座视频。我们昨天晚上录今天那个南海中台的这篇视频节目，就录到昨天晚上将近12点才回家，然后今天晚上又直播。白天的时候，张老师应该还去中央电视台录一期房屋新观察。然后在家里又录了一期视频的音频，还有悄悄话的音频，然后包括5点我们微信公众号在发布的时候，张老师还要看所有的文章，所以每天工作量真的是很大。经常张老师对我没好气儿，然后说是我把他害的。那现在粉丝多少？现在62.5万，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今天早上。这个粉丝今天下午是61万，现在涨了15000粉丝。咱们直播。我们直播完63万肯定可以了，明天太低了，我预计是65万。所以现在大家真的经常关注我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挺好的。我这个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投资公司要投我这个微信公众号，投资公司呢要投这个给很多钱。我这人一辈子对这个钱就害怕啊，所以我对钱也搞不清楚。我说我自己慢慢的。你说我退休了，国家还发给我钱，这个还有什么退休金？我说，你说我不干活了，还给我这个，我所以说自己搞微信公众号也算服务社会啊。这个时不时的大家还打点赏，我现在聘请了几个小朋友帮我去打理这个工作呢。我就说今天的工作它包括今天发的这个，我是每天的更新，过去的将近7个月天天都更新，从来没有中断过，包括春节
我想天天更新的微信公众号你找不到几个啊。我没想到今天我去录网红新观察，我们主持人彤彤，彤彤上来跟我说，张老师你都成网红了啊。我说别说网红，网红骂人的啊。他说不是骂人的，网红是好事。他说你那个今日排行榜，今日排行榜就说这个范冰冰这是干到现在都当不了网红啊，这你们这些人都当网红了。我一看我排的13位了，彤彤跟我讲你好牛，潘飞将还才排18位啊。我说那不会吧，人家潘飞将那么红，他是这个今日排行榜呢，他这个比较科学，他有一个好像我因为我看了一下他那个什么社会社交能力啊，什么热搜的这种频度啊，还有什么很多很多指数，哎，这个挺好，他把各种指数加在一块儿。如果你有僵尸粉的话呢，你不可能都买呀，啊，你像我这种身份，我就一个僵尸粉也没有啊，对吧？我不可能去搞那个东西啊。但是他有的人就有僵尸粉，哎，他们跟我解释呢，说是你这个，哎，这个综合指数算下来，我还是算挺高的。哎，我这没想到一退休老头自己搞这玩意儿，我一开始就想玩一玩，怎么玩成网红了？老一辈子没红，老了红了啊。谢谢你啊，大部分都是 B 站小朋友加我啊，所以但是你们加我，你的同学是不是都加我了，对不对？你得号召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圈里边都加我才行啊，对不对？号召号召啊，大喇叭喊一喊，这个帮我多呼招呼点人气儿，我这都是完全社会公益事业的。上次我参加一个参加了一个啥嘞，参加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网络的一个交流，他们让我跟他们交流交流这个搞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一些体会。我听他们别人发言讲体会啊，他们说这搞这微信公众号可赚钱了。我说怎么个赚钱呢？他说你得先圈粉，把他粉丝圈进来，然后再赚粉丝的钱。我说把他骗进来，你再圈他的钱，把他都掏光了，掏光了没事，他就赚钱，赚完了钱你再圈他钱。我说我能干这事儿吗？我打死我也不能干这事。我的粉丝都是爱国主义的，对不对啊？对，我给大家讲故事。我原来还在现役的时候，我是少将嘛，我们带队的领导是个中将啊。这个我算是副领队，他是领队。那这样呢，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学员去到一个地方去参观。哎呦，这中间可坏了，老是被别人认出来以后就。让我什么签名的呀，什么照相的，就走不动嘛。我告诉你，这在军队是很犯忌讳的啊！一个中将在那，一个少将老不停的给别人照相，什么签名，你这领导就会对你不满意。但是我们这个中将，这位首长呢，就是说，我跟你说，老张啊，凡是认出你来的，找你签字的，找你照相的，这都是爱国主义者，对不对？这都是军迷啊，都热爱军队的。你今儿行了，今儿你的任务就是去签名去照相，你这个工作就别管了啊。这首长特体谅我啊，你要不体谅我的肯定说你这小子不干正事儿啊。我现在好了，现在退休也没人管我了，我这个挺好。你们反正就是说这个，你看我这就是一晚上抽俩小时给你们聊大天来啊，就多高兴，你们也高兴我也高兴。所以我搞这微信公众号不是商业的，没什么商业的，就是现在呢，他们说你这个光花自己钱，小伙伴说心疼我，说是那个 T 恤衫，这 T 恤衫卖99块钱，还成本呢。我弄的比较好的料子，我这人对料子比较感兴趣，所以好多东西，你说卖书，这都是有定价的，后头能赚几个钱。这杯子我都不卖多少钱，这杯子我也不知道。你要帮我解也是90块钱，这东西您能赚回来几个钱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哎，给大家。我的目标就是能赚点钱给大家发工资就行了，在北京工资太低了没法活啊。这个我们小伙伴都挺好的啊。还有什么问题啊？啊，你再看看啊，再看看有什么问题，回答回答。你们还希望我回答你们什么问题？哦，有网友问您，就是因为张老师您曾经说过，您的偶像是汤姆克兰西，是吧？啊啊啊！汤姆克兰西是张老师的偶像。您看您现在干什么像什么？做自媒体，然后干的也很透。现在做网红，做的也很透。然后今天又来这儿直播。那后面有没有可能说自己去开发游戏，自己去
出品游戏，就是以您这个军事顾问的身份。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汤姆克兰西呢是八十年代初，那会儿我才二十多岁啊，我这个当时学英语，然后我就翻译了汤姆克兰西这个猎杀轰十一号潜艇这本小说，以后呢我就开始关注这个人。这个人呢，当时他写的追踪轰十一号潜艇这本书呢，他主要是描述苏联的一艘台风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然后呢这个叛逃到美国，然后苏联知道他走了之后呢，就开始派舰艇派飞机围追堵截，在大西洋掀起了一场到处找这艘潜艇，最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应啊，就把这艘潜艇给弄到美国去了。台风级居民都知道，那世界上最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20枚导弹，3万多吨。那么这个事呢，当时里根总统就接见这个作者，就问他说，是你当多少年兵啊，在潜艇上苦不苦啊，是吧？哎，你看美国这总统挺有意思啊。那里根总统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在看你这个小说。你美国总统挺有意思，一个演电影的电影演员他就能当总统，当了总统还知道这么多事，还能治理国家，他还搞什么星球大战计划，还看小说半夜睡不着觉，还把作者叫去跟作者谈心。哎，我当时说美国这总统太好玩了啊。这个汤姆克兰西说，总统先生，我没有当过兵，我也没在潜艇上待过。他说，不对呀，你那个潜艇上讲的那么技术。我当时为什么翻译这个书呢？现在好多人说张老师翻译的不好，好多英语，我英语我刚学的英语肯定不好，但是那些技术术语我是弄了一年多的潜艇，刚从潜艇部队回来我就翻那个书，所以一些技术术语我就感觉挺好。哎呀，我当时就以为汤姆克兰西特别懂技术啊，这个闹了半天他没当过兵。我当时就说，这一个人他没有当过兵，他怎么把潜艇他不是坦克呀，能说的那么这个详细。我就感觉呢，这个学习科学技术，学习武器装备，对于你的艺术创造，对于你的科学幻想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当时我就对这个人进行研究，没想到他以后这个家伙不断的去写东西，写了好多好多书。然后他写了好多书呢，最后就都被好莱坞拍成大片，大家以后也都看了。而且以后他自己成立一个游戏公司啊，把他的小说都这个变成了游戏啊，大家都玩过了啊。这个最近的一个游戏好像是全境封锁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啊，不是，在他去世以后发布的啊。那么他去世以后呢，他发布了，有一次我在微信公众号就在发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好像就是我这篇纪念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全境封锁开始发布啊，就这么一个道理。我就是对他呢，我就感觉我们中国缺乏这样的一种人，他懂艺术，懂文学创作，他懂科学技术，懂武器装备，然后又能把他的东西写成大片，又能够搞成这个游戏，用好莱坞的电影，用游戏的方式，用小说的方式去教育年轻人，让他们如何热爱军队，如何有一种尚武精神。你这个太厉害了，我是做不到，我已经这么大岁数，我不可能做到。但是呢，我现在在尝试。我一开始办这个微信公众号“局座赵忠”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一开始就写个图，写个文章，点击率低，我就找年轻这个小孩，90后，让他们把我那个论文式的语言，然后变成年轻人喜欢的网络的一些语言，然后再配上一些图文啊。现在这个10万加是经常的啊，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里头为了迎合大家，我现在就是每天都有个悄悄话啊，局座悄悄话现在成个品牌了，每天跟小孩聊天。现在我原来说悄悄话里说我最小的粉丝是5岁，好多人说不对。我那小孩1岁我就让他听，还有说我胎教啊，我就现在我的粉丝发展成胎教了。这个还有局座时评是专门讲时事评论，每周二周四上线。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个视频节目，张总都说那就是慢慢拓展。哎，说不定哪一天我就拓展到你们这个游戏行业了。现在做游戏的，我跟他们像空中网、战舰世界、坦克世界，我跟他们接触都非常多。那么我慢慢在了解这个行业啊。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对这个方面感兴趣。老师，咱们刚才您在说的时候，这个弹幕好像已经恢复了，后台系统已经那个什
再刷新一下，您看一下，刚才是一大波的弹幕就全都袭来了。网友们可以扫描我们现在直播平台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局座赵忠微信公众号里的精品会商城，可以在那里购买局座的周边大礼包啊，就是跟局座身上穿的同款衣服。跟大家重申一下啊，这个是预售商品，所以大家下订单以后不要着急，每天催着我们客服。什么时候发货啊？天天催的我们客服现在已经受不了了。发了没有？已经发了没有？7月8号下的第一批订单已经发出去了。所以没有收到货的网友们呢，可以稍微再等一等，我们肯定会，按照时间给大家发货的。能尽早我们会尽量早，因为现在订单量确实太大了。张老师可以刷新一下，您可以再选择一下问题，应该弹幕现在已经分了。没有。应该我这没有。哎，来了，要不您先看我这儿。你说吧，你说一个问题，我这没有。有人问您买日韩货算是卖国吗？不能这么讲。啊。现在我们这是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啊！现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嘛，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呢，就是政治的事情是政治的，经济的东西是经济的啊，军事的东西是军事的，这几个问题呢，就是都是有联系，但是不要混为一体一谈啊。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屋子里边这摄像机啊什么，这都是日本的。那我们这个说是跟日本关系不好，我就不能用日本的摄像机了，就不能用日本的车了，这有点极端。这个我们过去是有教训的，韩国也是也采取这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不要这样。但是，这也另外一个方面呢，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如何加强自己的民族品牌，啊，这个加强我们的这个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啊。这个不要是老是崇洋媚外啊，但是并不是说跟哪个国家关系不好就不要去买人家东西，不要这样啊。这个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啊，不要有那么太那种狭隘的想法啊。还有人问局座，您领瓜子吗？您知道什么瓜子吗？不知道这个 B 站上他们给您那个不知道这个他们应该是要在这上面领瓜子然后给您发。我第一次上 B 站来，你们这些个术语我得慢慢学。我那天262去考我，给我出了一大堆这个网络术语，让我去说。我现在每天都在学习你们的话，我跟你们交流我就得学习你们的语言，但是你们说那些话让我都会，我也不行。瓜子是啥意思啊？瓜子就是您可以先这有了，我看到你们哇这么多弹幕，这么多弹幕啊！刷新一下，然后一大波弹幕。局座，如果战争开始了，我们应该干什么？哎，这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呢，军迷是在那自己嗨、自己玩，说关心这个军事有什么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问这个问题呢，就会。想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我原来在伊拉克工作过2年，我在伊拉克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有很多人他很有钱，也很有权力，但是现在国家没有了，政权没有了，萨达姆被绞死了，那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有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你国家都没有了，对不对？到处是 ISIS 了啊，所以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经常讲好像都是大话啊，这个。关心什么国家大事啊，好像想的挺多，我关心这些干什么，搞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但是你说你这个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国家，就像家庭似的，都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呀，对不对？你要尽力而为呀，所以说呢要维护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国防教育都很少了，像我们那个年代我没说嘛，我们村的，我那时候农村，我18岁之前就是一农民啊。我们村里有个老爷子，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当时他都70多岁了，能说20多句俄语，因为当时我们是判定的形势是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入侵啊，所以呢那时候号召每一个老百姓都要挖防空洞啊，都要学俄语，什么交枪不杀呀，举起手来，一个70多岁老头能说20多句俄语。能够识别20多种飞机的这种什么轰炸机啊，什么型号啊，什么这些东西，你更不用说年轻人了。那个时候年轻人要是能够谁扎一个什么军队的腰带，谁戴一个军帽，谁要是穿一双军队的军鞋，那马上在小伙伴当中就牛起来。哎呀，说这个人太牛了啊！
那个女孩子那个时候不爱红装爱武装嘛，对不对？哎呀，那个都是穿军装的，哪有说穿什么裙子什么的，那个年代。现在呢走向另外一个阶段，大家都不感兴趣了啊，这个还是有问题啊。这个在现在和平时期建设时期，你让大家都那么多人关心军事也不好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成为一个谁都不关心的事儿，那也不好啊。今天晚上你们在线的有，我不知道有几十个人了，几十万人了，刚才说是七十万人，现在多少万人了你们说啊？现在把弹幕打开了。完了完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今天晚上上我这个的基本上都是关心军事的，不关心军事的不可能耽误一晚上时间来看我直播啊。这个所以说呢，我们证明还是可以的。对，还有说这个张老师，你为什么退休了还上网络？他们给我起了个凤凰网，他们起了个名字啊，说你们不看电视，我上网赌。我就感觉呢是这样，就是我们军队将来我们的兵员00后就再有2年就当兵了啊，得让他们知道军队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一再呼吁啊，我说你看今天这个 B 站直播这个还算可以了，我就是哪一天我带着这个设备，你们现场这设备也挺轻巧的嘛，对不对？每个人背着就可以了嘛，我可以到军营的播你这个军营的一日生活啊，可以到你军舰上去播这个舰上的情况，可以钻到坦克里头去播坦克里的情况，对不对？我可以到一个装甲兵工程学院播你一个装甲兵工程学院的情况，将来这对孩子有好处啊，孩子将来慢慢就哎通过这个热爱军队了，他知道军队一日生活制度，知道军队这个坦克里头是怎么回事，舰艇里头是怎么回事。你好多东西兴趣是最好的爱好嘛，是不是？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些爱好，就是习爱军习武啊，就慢慢的对军队有热爱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和平时期呢，就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啊。这个所以以后吧，看看有机会，如果说直播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可以搞啊。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我今天看新闻呢，就是我们现在说是处理了一帮这个什么直播风潮当中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网站和人啊，这是国家管理方面的一个举措。那这也说明说你光关不行啊，你得有一些好的东西去影响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晚上搞这个直播就属于健康的好的东西啊，你得唱对台戏啊，对不对？你那有不好的，我这有好的，我们吸引了这么多人，我们跟你进行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你不挺好吗？所以以后我们要多搞一点类似这样的情况啊，要用健康的东西，用好的东西去影响大家啊，让大家接受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嗯，张老师，您现在应该能看到弹幕啊。英国脱欧对中国有何影响？哇，这弹幕这么多，我这是一晚上看不着太多弹幕，现在这个看了好多。英国脱欧这个事儿呢是这样，这个因为半年前春节期间我在房评观察录了期节目，那个节目就讲这个欧洲的问题。欧洲的问题当时我的逻辑的起点呢，我就说现在这个由于难民问题啊，叙利亚难民、利比亚难民，那么影响到欧洲大陆，那么欧洲大陆呢有可能造成欧盟将来下一步的分裂啊。这个欧盟现在分了几类，一类像英国的这种绅士，还有一类呢就是一些老的一些老欧洲的一些国家，意大利啊、法国呀、德国啊什么这样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这些新贵啊，这东欧的一些国家什么什么一些也是老的，像希腊什么这，但是现在太穷了啊，西班牙这比较沦落的，大约分这么三类。我说这个难民问题冲击欧洲以后呢，这个欧洲以后因为它都是这个免签证的啊，对不对？这个申根协定的国家，申根协定的国家一共可能是18个还是20多个，那这样的话呢就开放边界，开放边界以后这么多难民过去以后乌鸦乌鸦的，他不是一天两天呀，要吃要住要上学要安排工作一大堆事儿，而且宗教信仰也不一样，这个意识形态也不一样，这个好多说的话也听不懂，这会对社会形成很多的问题。哎呀，我说这么下去以后搞不好以后有可能造成欧洲最后开始出现分裂啊，这个没想到这个话以后呢一语成谶啊，这半年以后这个英国先脱欧了。我由此想起来，如果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要是有哪个企业想到英国投资，然后当时要咨询我的话，我们这搞一个智库，按照外国来讲，你要到英国去投资一个企业，你必须找智库给你出一个中立的权威的
可行性报告，没有这个报告你公司是不能到那投的啊。我们有些公司到朝鲜去投资，投资多少，你朝鲜哪能投资，你投资多少扔多少，他也没个什么公司运营，没个法律不成熟啊。如果说半年前谁要是找我做一个英国投资的这样一个可行性报告，一个论证报告的话，你再投资你可能就赚了，你可能就赚了。你如果预测到他能够这个脱欧的话，那可厉害了啊。就是有的人把所有的家当从中国都抽走以后全投到英国，一家还亏了很多啊，英镑大幅度的贬值。那么我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个理念，就是智库在美国是非常发达的。美国智库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智库都是中立的，不拿国家的工资，跟政府没有关系。你任何人找他办事拿钱来，我给你做这个论证啊，这个而且这个智库给你做的这个论证报告、可行性报告不对，结果负责。我只是说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以及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我们国家没有形成这个，我自己其实做智库做了二三十年，一辈子都在做智库，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转入一个经济的运行模式，这也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我们一些大项目，包括高铁啊，一些大项目出去投都很乐观，最后全黄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可行性报告搞得不好，还有一部分就是有人背后捣乱算计中国啊，两个方面。英国脱欧之后对中国的影响，我这个在英国脱欧之后，我专门微信公众号专门是写过文章，而且也有过几段视频，我专门分析过这个事情。我说对中国可能是重大利好算不上，但是应该是利好啊。比方说英国的，他现在好多的房地产呀，好多的这个设备啊，这个都他都便宜了，英镑也贬值了，这对中国到英国去购置英国的资产，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呢，大家现在孩子放假了，都放暑假了，你们都到哪儿去旅游去啊？好多人到巴西去看球去了，你还不如把那个钱拿去到英国去买东西去，你随便买，英国现在买东西便宜得很。啊，这个别买房子啊，你买别的东西，化妆品啊啥玩意儿，给孩子买，还能练一个地道的英语。我在英国留学的啊，英国那个英语都像中国自护者也一说都是皇家的那个东西。我原来那个老师，因为老师就穿着我这背心带一个领带，证明他是皇家的啊，穿背心带领带，英国那种绅士那种东西去就是，哎，所以说对中国还是有利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欧盟对中国往中国卖武器是进行控制的。你将来英国脱离欧盟以后，他再往中国卖武器有可能就不控制了，所以对也是个对中国有好处的。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好处呢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呢由于英国是美国的盟国，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太乐观啊，就这么一个情况。看看还有什么，哎，您的抽奖没有了？我这个抽奖有，我看一下，您刷新一下，看一下弹幕吧，现在弹幕已经恢复了。有。啊，哎，他是要买我身上这件衣服。买您身上这件。怎么能够辨别给你发过去的就是橘色身上这件呢？也没法签名，是黑色的。哎，但是张老师，我这有金色的笔，这算吗？啊。有人买我身上这件吗？我这是女款的，不好意思。要买我身上这件衣服啊，要好多，要给个奖品，抽啊。那我们第三轮抽奖吧，大家可以现在踊跃的发弹幕啊，然后橘座可以从弹幕中抽取。我先说一下第三轮抽奖的奖品，我先确认一下，我们宝箱里抽的那个确实是后台能够看到吗？能够，我确认一下，我们宝箱里抽的那些奖品确实是网友能够。对，宝箱里捡到的，它是那个系统记录的。但是我这显示已过期。我看一下。哎，刚才那个没公布吧？刚才第二轮的那个就没有公布，这显示已过期，是不是就没有了？九点的他抽过了。我九点刚才确实抽了。对，抽过了之后，他那个。他后台会有是吗？对，后台会有记录。哦，好吧，那我们第三轮抽奖抽的是橘座的签名书五本，
还有价值200元面值的咪咕阅读畅读卡6张，那这个我们是在宝箱中点击抽奖的。那张老师，这个我来抽吧。你来吧。您一会儿点亮弹幕，好吧，好吧。嗯嗯，这个我来抽，然后稍后我们在后台公布一下这个中奖的网友名单。嗯，这个我抽好了，然后您刷新一下吧。我们局座马上要抽的奖品呢是3台的 Kindle Fire， 这个是咪咕版的亚马逊 Fire 平板电脑，是新款的。您拿来我给大家说说，它这个东西挺好的，就是这个如果有网友是岁数比较大的，而且眼神不是太好的。眼神不是太好的可以拿它这个东西去。就是我们看书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你比如拿小五号字去看书啊，光线不好的时候你就看不清楚，戴个老花镜啊什么的挺费劲。拿这个东西看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这个颜色呀跟那个书的颜色是一样的，而且呢它选择了一种你怎么看它不会刺激眼睛，拿计算机看它有时刺激眼睛。另外呢它这个字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啊，还可以翻篇还可以搜索。有很多的这种功能，而且通过网络它这里头预制了一些书，另外通过网络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书。现在这个作者写书呢都是要签2个版权，就是授权，一个是文字版的版权，还有个电子版的版权，像我出书这些都有，我这些都签了电子版权了，这上面都有。所以说你都在这个上面都可以看到我的书。你看这个纸质书呢和看这个是一样的，你比方说这上面它这个是黄色的，那上面也是，这上面有图上面也有图啊，所以说这个叫什么阅读器啊什么的，这个东西挺好的。 Kindle Fire 这是一个新款，因为原来啊只是黑白的，我在地铁里经常看到有人啊，就是这个大家看到了我的这个有点暗，对，有点暗、嗯、大家可以在这儿看是吧，大家可以在那台机器啊，那台机我以为计算机上这个机器啊，所以说这没有关系吧，要抽到以后就很好，抽不到你自己去买一个，这东西不是多少钱。这个是防蓝光功能的保护眼睛，也不知道多少钱，我估计不是太贵啊。嗯，而且据说是可以连续支持9个小时的阅读。对，那这个您来抽吧，您刷新一下。从弹幕中抽吧。弹幕还是右键是吗？对，还是右键，我要看一下它的。没有弹幕。没有弹幕，哎，来了。现在局座在抽奖，网友们可以踊跃的来了一个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这位幸运的粉丝 UID 是12681320。好吧。还有2个。2个弹幕还有。没有吗？还是没有。没有弹幕。来，我们再刷一下。那这样，张老师，咱们还剩2台，稍微等一下有弹幕的时候，咱们再。好吧。咱们再抽，好吧？稍等一下。那张老师，您看啊，您做了这么多，就是跟年轻人打交道、打成一片的这些事情，那您后续准备什么活动？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智库，您准备从事这个智库方面的这个事业吗？哎呀，现在我打断一下，还真有人今天给我打电话，要投资，要投给咱们钱，是一家投资公司，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拿着这个钱咱们去做一个智库。搞智库这个事情是我80年代的梦想，就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就感觉呢，就是将来改革开放以后啊，中国的一些企业，比方说到外国去投资，你不懂外语，你不知道那个地方的一些人文地理。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缺点，就到一个地方去，因为我在国外生活过很长时间，就是我们的公司到外国去以后呢，就喜欢跟当地的一些华人去接触，你干什么东西都是跟当地的华人代理，而且华人和华人之间呢，有时候他有些个那种，当地的华人他也很多不深入当地的文化，所以有时候呢他会碰到一些问题。有一些公司呢在外国待了1-2年也不会说外国话，就天天把自己圈的窄下来，
现在一些大公司就更不像话，我老跟他们讲课，那个大铁丝网都隔起来，说外边不安全，大铁丝网高墙都弄起来，弄起来以后整天就跟当地的那些个政府的官员呀，有时候去活动活动啊，看看人家呀，吃个饭呀，什么了解了解，就是还是国内那一套。我在外头我就得靠当地的政府跟人搞好关系啊，送个礼啊什么搞这个，诶，结果过两天他让那个反对派给推翻了，推翻了他就新上来的反对派一个都不认识，那反对派说好啊，你平常老请他吃饭不请我吃饭，对不对？现在我上台了，你公司走吧，我另外招标，你看就让人赶跑了，好多都是这样。再就是有些投资呢到一些动乱地区、战争地区，我原来就在伊拉克工作，那伊拉克欠我们那么多钱，现在你管他要去啊？萨达姆都绞死了，那公务员都埋了，都解散了，你找谁要去？利比亚的盖房子、修水管子、修什么水利工程好多，你现在卡扎菲也没了啊。就有些东西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预测的啊。我就说呢，我们现在中国特别缺乏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研究了美国退役的一些海军的高级将领。他们的一些高级将领退役之后啊，大部分都到这个大公司里头担任 CEO 啊，或者是这个总经理啊，什么高级的职务。我并不是说让你们谁聘请我去到你们公司里去当什么这个总经理啊，我也没那个经历，我那么大岁数了。我只是给你说一个思路，美国海军的高级将领他和其他不是太一样的，他是全球驻防啊。而且每一个岗位不能超过两年，你超过两年那就没出息了，那基本上就你这个人就没什么提拔前途了。你想想一个人当到上将，两年换一个岗位，这个人他得有多丰富的，全世界他得跑几十个国家，多少艘舰艇啊，他有丰富的经历。这一套经历退休之后给你投到这一个公司里头，这个智力让你防止多少错误，你说哪个国家嘛，怎么回事他都基本上都知道。所以说对一个国家你想去投资，要对这个地方的人文地理，对这个地方的文化，这个地方的法律，这个地方将来的安全的形势，这个都要进行全面的评估。现在你说有些个公司干起来不容易，结果投资一错误一家白干了啊。所以这些个的话呢，就是我就感觉我们中国缺乏这样的一种智库。但是你要搞这个智库呢，美国兰德公司啊，这些东西我都进行过大量的专门的研究。他一个兰德公司实际上最大的一个智库了，他当时我研究他的时候他才二三十个人，他有时候拿着课题之后他一家可以膨胀到几百人，但是这个课题结束之后他又恢复到二十多个人，这叫小核心大外围，就是课题式的研究。我们中国呢随着慢慢走出去啊，一定要注意这些研究，这些个东西你可能花的钱是你整个投资的万分之一，但是这万分之一会影响你那一万，对不对啊？这个东西要做错了以后你那个投资是白投的。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们对外投资的项目一个一个接连失败，尤其是一些大项目啊，像高铁的项目很心痛，很多东西就取决于我说的这些问题啊，这个背后捣乱的那些个咱们就不知道了，那阴谋论了，但是好多都属于我们对市场了解有问题啊，所以说以后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问题。赵文，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如果有投资方投资咱们，咱们要不要做一个智库？哦，这个我还说不好这个事情。你做智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牵扯到投资这个问题，就我就不明白，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懂这个钱的事儿啊。这个我说过，我们家的家庭的这个政治经济学，我是负责挣钱，挣了钱以后交给老伴儿，老伴儿去炒股，炒股以后又上交国家了啊。这个股市你们也都知道，人老太太退休以后她能干啥呀？那这炒股她也不知道什么整个的形式，对不对？这个所以说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循环，我赚钱交给老伴儿，老伴儿去炒股又交给国家，现在呢我赚的钱另外一部分给我们小伙伴发工资，就这样。你说突然有个大投资让我把这个投资拿来去运营一个东西，哎，我这么大岁数我太累了，现在搞这个微信公众号每天给我累够呛，天天啊。这个大家要是愿意支持我们呢，可以通过买点东西，买点 T 恤衫啊，这个或者是打个赏啊，给个什么这个赞助啊，这些都可以，或者广告啊。对了，我得说是这广告，你得
你得给我弄点什么广告来的，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没广告呢？对不对？你广告多好呢，你愿意做广告，我给你宣传，我也有点小收益，咱们能把微信公众号做下去啊。你是做别的事儿呢再商量，因为我这个人对经济合适的，就我这不是做经济的，没经济头脑啊，我就老是跟原来那种方式，就怕这个钱的事儿，所以说慢慢来吧，我也慢慢学啊，看看怎么弄这个事情啊。你这个没有钱呢确实不好办事，但是有钱以后要怎么合理合法的把它用啊，我还想不好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慢慢走吧啊。您挺会经营的，您已经在这开始化缘了啊。我这个不是太会搞这个事情啊。那我接着局座再继续往下化缘啊，扫描我们直播间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局座赵征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的右下侧有商城，可以买到张教授同款的 T 恤衫，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这个弹幕他们说刚才来了一大波哎，刷啊，您得刷一下啊，老得刷才对。咱们继续刚刚，哎，看有没有，有的话咱们继续把刚刚没有抽完的两个奖品抽了。哎，我这来了，哇，这么多，它都重复的呀，我没法选呀。您就点住以后按右键把那个把他的个人中心给我点上啊，这样就行了。就是我也看不清楚，我是瞎点的啊，因为好几层弹幕我就看不清楚。一说抽奖全来了。嗯，我也看不清楚，就随便点了。哎，我记一下。这位网友的 UID 是18403481。哎，张老师继续往下抽，再抽一个。这个还是刚才的 Kindle Fire， 还有一台。这个界面关了哈。再刷新一下。嗯。弹幕没有上来，来了，哎呦我天哪，这么多弹幕，这么多弹幕。你要不闭着眼睛点吧。我这真闭着眼睛点了啊，我点着点着谁算谁。啊，闭着眼睛了。别眯着。好，点了。哎呦，这么多弹幕。好，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的是19317286。好，那我们第三轮的抽奖就结束了。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还有第四轮抽奖，最后一轮抽奖我们是有5个局座周边大礼包赠送和3部小米 Max。张老师，您可以再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哦，这一大波都过来了。这都是要求抽奖，抽完了呀，刚才那个。三台那个什么东西啊 ？Kindle 的那个阅读器啊，抽完了。有网友问您，张老师，美国在咱们南海的核心利益到底在哪里？他老掺和咱们南海的事情。美国在南海呢是这样的，就是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在1898年，当时是打败了西班牙，美国占领了菲律宾，是菲律宾的宗主国啊，这是一个阶段。那么当时的话呢，美国对南海还是有影响的。那么以后呢，二战期间呢，那么美国和中国。我们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块儿就抗日啊，就这样的。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那么美国再到南海来呢，就是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就是美国利用南海对越南打仗，打了14年啊，就是这一段时间。那么直到2000年之前，美国的南海政策基本上还是保持中立，对南海各方不能够说拉帮结伙，也不在南海进行靠边雪边站队啊，基本上还是这个政策。我个人感觉吧，2000年之前的美国在南海，政策还是比较好的啊，就是没有说干涉。当然了，越南战争呢是另外一个方面了，但是就岛礁争端呀、海域划界呀、资源开发呀，美国2000年之前干的坏事不是太多。2000年以后呢，那么由于2002年
中国主导和东盟国家，尤其是南海的一些争端国，我们搞了一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这个宣言呢，2002年到2012年呢就十年了。那么我们一致的诉求呢，就是让南海成为一个和谐之海，是不是啊？和平之海，那大家也都是这种想法啊，那就感觉呢中国这个倡议挺好啊，跟这个街坊邻居虽然有争端，但是呢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好好解决这个事儿啊，基本上这十年都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呢，美国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呢来搞这个战略东移，就说呢这个怎么样让中国周围的国家全都起来以后跟中国闹。这个时候呢，美国就发现呢，在北边问题不大，因为北边有日本有韩国，跟中国闹没什么问题。但是南边都跟中国好，这个不行啊，得让这些国家起来以后跟中国闹啊。闹这里头就有一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以美国说先把这个宣言给他搞乱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找代理人怎么跟中国闹啊，就找了越南呀，找了菲律宾啊，找了一些国家啊，给中国折腾。所以折腾的最后呢，这个大家就说不要搞这个宣言了，说搞一个行为准则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就研究行为准则。现在准则也都不行了，美国就一定让一些国家到法庭上去告中国，让菲律宾这样。就核心的是美国现在这个地方呢，把水搅浑，让周边国家呢感觉到很危险。危险以后呢，就跟美国去告刁状，美国就趁机进来，你说怎么办呢？我得救救你啊！啊，又不是我想来呀，是你们邀请我呀！哎，美国就趁虚而入啊！就菲律宾现在就是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其他国家有的也在想干这个事儿啊。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我就不好点名了，也基本上都这么想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取决于中国啊。就是刚才我分析这个思路，你一定要清楚了。不是美国到这个地方来专门跟中国面对面的去作对，是美国扶植一个傀儡，找一个代理人让他跟中国干，他是炮灰，美国给这个炮灰里头填炸药的，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进行决策，我个人感觉到中国要避免和美国进行硬碰硬的直接的这个对抗，但是中国要好好收拾那些炮灰，都是谁听美国话，都是谁把美国引进来，我先敲打你这小国，你不争气，当地人你整天这个不跟我们搞好团结，把外人引进来，我先敲打他。敲打的方式有很多啊，经常性的冲突，撞个船呀，什么经常性的冲突要经常有啊，小敲小打也经常有啊，经济制裁要经常做，对不对？我不能让你赚了我的钱还不听我话啊，对不对？你不要惯你那些邪毛病啊。但是真打起来美国也不会管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美国不管他们我们就打，都是些小国也经不起打啊，三下两下给打死了也不好啊。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说，我就是说的小冲突不要断，对不对？这个小的一些收拾不要断，但是一些大的战争要尽量的避免啊，就不要惯那些坏毛病，这个一天到晚就养成小国欺负大国，不能，这是不好的习惯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以后啊，我个人感觉南海仲裁案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战略转折点，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起来。光靠那种嘴头上嚷嚷跟美国好，光靠那种软，我告诉你，美国就捡软柿子捏啊，对不对？炸中国驻南使馆呀，什么南海撞击、银河号事件，都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都是有教训的啊。所以说呢，以后我们还是说要想维护好国家的这个安全啊，这个我们还是搞好自己的这个建设啊，所以我们准备的越好，战争就越能避免。好，我们的弹幕都已经开通了，咱们的系统刚刚瘫痪了，瘫痪了，刚开始的十分钟啊，现在已经非常好了啊！您看我这，现在好了吗？我这个一大波。我这还没有来呀。有人问您，中美如果开战，俄罗斯会帮助吗？不会，俄罗斯是世界上猴精猴精的，对不对？这个俄罗斯的猴精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都占领过中国，但是最后吃进去的都吐出来了。
只有俄罗斯吃进去了没有吐出来，15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现在变成合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他一直害怕跟中国，关系好了之后，帮着中国强大了之后，对俄罗斯是一种威胁，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俄罗斯跟中国的好多的经济合作，签了合同不能够支持。那么现在呢，这个经过美国对俄罗斯的多轮的打压，现在这个美国带着北约对俄罗斯进行打压，到现在欧盟还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现在是在正反两个方面得出来的经验教训，就感觉呢，这个美国北约实在是靠不住，只有跟中国好才行，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现在才是进行战略合作。但是中俄这个战略合作，那不是说盟国，我们没有结盟关系，所以中国如果面临战争的话，俄罗斯没有这个出兵啊或者帮助中国的义务啊，所以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呢，俄罗斯可以做一些战略配合，因为现在美国傻到现在是同时出动两个拳头，一个拳头对中国，一个拳头对俄罗斯，这是我看到的美国最傻的时候。历史上我曾经看到过两次有大国这么傻过，一次是第一轮出来当日不落帝国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分别在大西洋分别在太平洋两拳出击，最后他们死掉了。第二轮出来的是英国啊，英国也是日不落帝国，30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俄罗斯土地面积这么大，日不落帝国最后也是由于到处出击最后死了啊。美国要是现在出来以后主动的招惹中俄两个大国，而且不停的遏制了挑动中俄两边这个周围的小国跟中国和俄罗斯闹，让中国和俄罗斯认识到美国是不可救药，美国带着日本带着这些国家跟中俄死对头，那美国有可能从奥巴马开始就开始走向衰落啊！我一再说过，奥巴马有可能成为带领美国啊从巅峰走向低谷走向衰落的第一个总统。哎，这个南海仲裁案有可能会开启这一点，会加速美国的衰落，让中国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企图啊。所以说你原来是这样的美国，套用你们说你原来是这样的举措啊，好吧。那张老师，借着您那个话题，那有没有可能借着南海的这个仲裁案呢，中国彻底的海军就走出去了呢？有可能吗？这不是黄海海军了，咱们就彻底成为蓝海海军了。我们是啊，我这本书不是走向深蓝吗？就是我们的战略是走向深蓝，但是中国走出去以后呢，你看我们从哪儿走出去？我们从黄海走出去，从东海走出去，那得要过大隅海峡，过宫古海峡，那不都日本控制着吗？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来，我们走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那菲律宾、台湾这边控制着，那只有往南海走。往南海走的话呢，那就是马六甲海峡，对不对？巽他海峡、旺加西海峡，那这几个的话呢，都是，所以说美国现在要在菲律宾驻军，要在控制中国这个第一岛链，就把中国封得死死的啊。所以说当时在这个开罗开会的时候，1943年吧，开罗会议的时候，当时罗斯福总统问蒋介石，第一次问他说这个琉球群岛将来二战以后，说你这个琉球要不要给你们中国？蒋介石冷不丁的听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说这个事儿我得想想啊，我基本上不想要这个东西，我这么大大陆我都管不好，我要个琉球干什么？第二次罗斯福又跟蒋介石说，这个琉球群岛控制着黄海和东海，你看它海洋国家跟我们大陆国家思路就不一样，这个琉球群岛控制着大隅海峡，控制着这个宫古海峡，如果中国收了之后，将来直接就面向太平洋，那就没人控制你们了，多好啊！问蒋介石要不要？蒋介石说我不要，如果要，那咱们中美共治。那罗斯福说行了，就谈这些吧，以后就成了现在这个状态。那整的现在我们现在整个第一岛链全让人封着，啊，走哪儿被封哪儿。所以说呢，你要走向深蓝呢，不是说你强了你就能走出去。你到处都是受遏制啊，所以现在是这个问题。中国呢，我们现在还在成长过程当中，还在往深蓝走
但是真想具备远洋的作战能力，我们差距还是很大的。不要把今天的中国海军和今天的美国海军划等号，我们比美国海军要落后很多很多啊，不是说十年八年的问题，还要落后很多，这是一个现状啊。我原来说过30年陆军，50年空军，100年海军，100年才能建设一个像样的海军。海军不是有武器就是海军了，海军还得有作战经验。二战的时候，日本有过29艘航母，美国造航母最多的时候一年就造一艘航母，从造到服役一年就干成了。二战的时候美国200多艘航母，这200多艘航母它有多少钢铁，有多少建筑工人，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航母，这个航母沉了，这个沉了多少，它都要总结经验，这得有航母的文化，航母的训练，哎呀，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陆军呢稍微好一点，因为简单一点，但是这个海军它还有海军深厚的文化，所以不是说有了武器就行了，我们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慢慢弥补啊。这个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那么也希望我们年轻人，有志于当兵的，我们将来的这个兵也不是说让你整天去出操啊走步子啊。16年前我就写了网络战争，16年前我写网络战争的时候，今天网络不都是实现了吗？连网络战部队都有了吗？当时我就说将来征兵要注意征到中关村去征兵，对不对？要征那些个计算机迷啊，那些个高科技迷啊，那些个军迷，要从他们当中征一些兵，不是那种光身强力壮认不了几个字就知道这个干活的这个啊。所以说要将来我们要建设信息化的部队，要招收这样的啊。将来我再建议他们到 B 站去招兵啊，你们好好报名啊， B 站都是好兵啊。张老师，有一个网友问您啊，他是这个战舰世界的玩家，经常玩游戏，他想问您，如果说南海，就因为这个南海问题，万一要真打起来，他想去参军，问您给他一些意见。但是现在问题是可能打不起来，但是还是要举个名解释。参军是这样的，参军你就是说你首先一个是报名，你到你的武装部去报名，适龄青年按照这个我们的兵役法去报名，这是一条途径。第二条途径呢，就是这个如果你是大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呢，比方说你考到北京大学，考到清华大学，你到了大学以后，你说你想去当兵，你可以给学校提出申请，你的学籍是给你保留休学，然后你去当2年兵，回来之后你继续上学，这个特别好，这个啊，这个又到部队得到锻炼，回来以后还可以继续上学。第三种途径呢，就是你到了清华，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大学，它都有国防生，那么它的武装部就会发一个表，你愿意不愿意当国防生，你是愿意当空军呢还是当海军。如果你愿意当国防生，这个挺好的，对于一些农村来的一些同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想去当这个国防生的话呢，他会部队好像是会给你一定的钱，给多少钱我不知道，反正会给你好多的经济补助，然后放暑假放寒假呢会带你到部队去参观，这个参观见学，看看部队是个什么情况，然后你毕了业之后就可以到部队去，一去就是中尉，因为你是本科毕业嘛，一去就是中尉。如果你从事的是个技术工作，我知道的好多学生，你到了一个技术部队，比方说导弹部队或者是到潜艇部队，他需要你还培养，你回来还可以继续考这个学校的研究生，这个时候部队还是会允许你来的，研究生完了之后你还可以考博士研究生啊，就是这样的，非常好的。说是我已经岁数比较大了，我一辈子就喜欢玩战舰世界、坦克世界啊，我就跟空中网吊上了，我玩的已经是全国很厉害的玩家了，我对什么虚拟现实技术，那你最好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跟谁说，但是你可以申请特招啊，就是特招入伍。特招入伍是跟你的年龄没什么，比方说你30岁也可以啊，这只是他部队需要就把你招去了。就是现在军改，因为我退休了嘛，我也不好问太多。但是他不管怎么军改，这是一个方向，就是特殊人才的引进啊，这是一个渠道。如果说不能够说让你当现役的军人，他还有一些将来文职人员专门到部队从事这个也可以啊。如果说
谁都没有人愿意要征兵，你还可以申请当预备役啊，国家打起仗来以后一说多少岁到多少预备役，你就可以征预备役啊。哇，对，我到以色列去，以色列我跟他们一个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一块在谈业务，我们一块朝夕相处一周了，最后突然他不见了。哎，我说这个人怎么哪去了，他们说他是预备役，他现在他们搞训练的，一年搞两三个周的军事训练，他就搞训练去了。我说你把他叫来，我挺关心这个事，我了解了解这个预备役制度。过两天穿着那个作训服来了，挎着盒子炮来我就了解你们预备役制度是干什么什么。到第二天早上吃饭，我在那个以色列那个酒店里边一边在那扒拉盘子吃饭，一抬头对面坐一上将，挎着盒子炮在那儿跟我坐对面吃饭的，我跟他聊半天。这就是预备役制度啊，所以以色列它国家小，它有这个，我们国家多兵粮广，所以有时候这方面呢就稍微大家可能感受不出来啊。这个玩战舰世界，玩坦克世界，这也挺好啊。如果是谁也没有什么的，咱们可以在网上不断的普及啊，我也多跟你们多接触啊。我玩不好，但是我玩过几次战舰世界啊，都是我讲解还可以，但玩游戏不行啊。那您下次就用这个新款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哎，对，华硕这个笔记本电脑挺好，可以专门玩游戏的。对对对。那个飞行堡垒。对，你这是不是十点了？十点了，您要抽奖是吗？不是抽奖，你是不是结束了？没有，结不结束咱们决定。刚开始咱们晚了十分钟，咱再可以延十分钟。哦，咱网友应该会很开心。啊。我先公布一下刚才咱们在后台抽的那些奖品吧。后台宝箱里面抽奖中奖名单，我就先公布一下 UID 号码吧，因为这些网友前面的英文名字我确实叫不上来，太复杂了。200元的面值咪咕阅读唱读卡分别是385528，第二位网友是12928806，第三位网友是886399。第四位网友是24513598，第五位网友是26520064，第六位网友是20807996。局座签名书有五位网友中奖，分别 UID 是18790006，第二位是10353963，第三位是21764070，第四位是7203890。第五位是83233392，不知道刚才在弹幕上说想表局做签名书的朋友有没有中奖？张老师，咱们现在可以再抽一轮奖品。好，咱们最后一轮奖品。哎呦，这么多奖品啊！今天我觉得不是您直播，是我的，我都抽累了。咱们今天的第四轮奖品分别是。您的局座周边大礼包有五位您就直接从弹幕上选就好了。这个是我们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给大家的奖品。对对对，好的。不光是这个，咱们还有您的签名书，还有您的签名照片啊。好的，来来了一个，来了一个，你看。这位网友的 UID 是23140460。好，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号橘子赵州微信公众号给大家提供的奖品。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66万，我直播开始的时候61万。能到70万吗？还有？我原来的预估是今天能突破65万，能突破65万，结果你们现在让我惊喜到66万。哎，对，我们几个小伙伴他们之间打赌了，有人说能到70万。他今儿亏死了，要达不到，你们赶紧刷，你们赶紧刷，要不我们那个说70万那人他亏死了。66万。小伙伴现在正在跟我们说。六十六万，要不他们亏死了。您刷新一下，没有弹幕吗？他们在那打赌呢。我们今天打赌是有庄家的，谁要是说如果达不到70万，谁要请客吃饭的。所以网友们赶快刷，如果最后达到70万，你们可以来吃饭。哎，没有弹幕了是吧？对，出不来了。哎呀，我跟小孩们玩特高兴。哎呀，这个英文的，来来一个。来一个，我怎么感觉您像给自己抽奖 ？Cooler coolest。啊。
这位网友的 UID 是15062421。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现在抽奖环节啊，粉丝们要踊跃的刷弹幕。我现在这个是你那个弹幕那么少，我这我现在这个商城啊，现在在建设中，哎呀，现在到处招那个给我管理商城的人，将来我们管理好了，下次再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多准备点礼品了啊。这次好像也不少了。现在因为我们光顾了干活，还没顾上这个事儿。干活我这么多。哎呦，100万这个数。啊，100万。啊。看一下啊。哦。啊，这位网友的 UID 是25245188。啊。哦，还有吗？我还点吗？还有两次。哎，再又来一个。有好多网友说让您点他点他点他。因为他这个弹幕是好几层。对，您只能闭着眼睛点。这位网友的 UID 是29579211。哎呀。还有一个。橘座周边大礼包还有一个，如果没有中奖的话，想跟橘座穿同款的话，可以现在扫描我们直播间右下边的二维码，然后加入到关注橘座赵中微信公众号，右下方就有商城可以购买的，仅此一家，其他家都是假货啊！我再次声明，因为现在淘宝今天有人特意给我发微信，说你们在淘宝有店吗？我说没有啊，结果刷上去以后是个江苏徐州的。还是个个人号，假的，假的，肯定是假的。然后今天我们已经跟那边的店小二已经取得了联系，已经告诉他了，您侵犯了肖像权。你们不要买别人的，我们就在我们这个橘子赵中微信公众号。因为那个质量就没法保证。对，我们这是独家定制的，任何一家都没有。哎，解出来了。哎，来一个，好了。哎。这位网友的 UID 是24828067，好，恭喜这五位网友。如果没有听清自己 UID 的网友不用着急，稍后我们 B 站后台呢会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会跟你们取得联系。然后刚刚在我们宝箱里面直接抽奖中奖的网友呢，会直接给你们弹出一个窗口，书写你们的地址、联系电话等等这些，所以你们不用着急。如果实在是没有人联系你们，您可以给橘座微信公众号发留言，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核实，然后给您寄过去。赵老师，您还得刷。还有啊。咱们后面还有三部小米 Max 手机。还有三部手机？哎，对，今天一共五部手机，刚才您只抽了两个。哦呦。这个手机据说是电池用的是最耐用的，而且是大屏手机。我今儿在家来的时候啊。这个我的老伴儿就问我这干啥，我是搞直播，今儿有手机。我老伴儿说我抽一个，我怎么才能抽着、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手机，他说到现在他还没上去。他没学会怎么上这个直播。他没有。可能我估计有很多岁数大点的这个老同志他不会用这个东西。我一看我老伴儿还问他，特别想抽个手机。咱们下次可以直播一次，就是如何教老年人上直播。我刚才一看还没有上去，哎，我这怎么没有嘞？您再刷新一下。嗯。这款手机之前好像 B 站曾经做过一个长达19天的待机直播。啊，19天不用换电池啊？据说是长达19天的待机，超耐久的直播。好牛。然后当时是有4000万人在 B 站围观了整个过程。哦。嗯，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应该是。有这个事情吗？我为什么刷不上了呢？真有这个事情啊！真有啊！真有这个事情。小米手机这么厉害。那手机如果哎，哎来了，我也登个号。来了，不是抽号，这不是右键吗？让我啊，对呀、啊。啊，这不是右键吗？您还是右键点。啊。再刷一下。这不是右键吗？右键我是弹幕分好几层的，我是看不到你，我随便点的。啊，它是个动态的东西。您跟不上它就跑。它是动态的东西，所以您这一哆嗦，那网友就没得着，这不是。哎呀，来弹幕啊！天哪，那下次我看来要再上直播，也得买一个小米 Max， 然后再直播。来了吗？来了一堆，一大波，我随便抽一个，哇，随便抽一个，抽着了这个。哦，天哪！会是你吗？你惊讶什么？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这位网友的 UID 是916622。哎，张老师再来一个。走。这个怎么就发展成这个弹幕了呢？真是有创造性，这个特别好玩，太可爱了，这个。哎，这一堆里边随便点一个，好几层，嗯，我不知道是点谁，嗯。啊，这位网友的 UID 是14804460。好，这儿还有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手机，哎呀，万一中了呢？好家伙！哎呀，随便了啊，嗯，哎，来一个。我觉得这里面应该眯着眼抽，哎，哪去了鼠标呢？最后一波了。好，这位网友的 UID 是34879570。好。还有吗？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奖品就抽完了，啊，但是我们这还有模型。啊。嗯，那不也是抽奖吗？嗯，这个可能是当时我们都准备出来了，您看要不要送给网友啊？模型送。啊，模型要送啊。对，这是现场用的是吧？这个我们就把现场这两个模型送给网友好了。嗯。啊，这是我们现场直播的模型。这个张老师先说说什么型号。这是哪？这是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得看盒，我得看盒。这是哪来的模型？模型跟人说一下。空中网提供的。跟人说一下。空中网坦克世界的模型。啊，空中网的。空中网坦克世界的模型。空中网坦克世界的模型。您先猜的什么型号？你不能看盒。你别猜，我看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是中国的。啊，是中国的吗？嗯嗯。啊，是这个型号吗？我没有猜错。WZ111是这个吗？啊，是。你把那盒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是为了给大家展示，所以把盒子打开了。您拿来一下，这是空中网提供的这个，它是提供我们现场展示的，一块儿给送了算了。没有，人家也是送的。啊，也是送的啊，原来给大家送了。送给谁？怎么您还是弹幕抽奖吧。还是弹幕啊，还是弹幕。来，就这个。您再抽一个。还是弹幕，还有什么能送的？这个也送了吧。这个是送给咱们的。啊，这送给我们的。可以送给网友吗？那算了，送给我们就算了。可以送给网友是吗？有两个，您可以送一个。那是不是算了吧？我挺喜欢这东西。那好吧，您留着给孙子玩吧。来，哎呀，这么多弹幕。一说送礼品，大家都来了。那下次咱们直播就改成送礼吧。来，我看一下。这位网友的 UID 是26885964。嗯。张老师再抽一个，哎，张老师先等会儿抽。第二个模型是这个，您猜猜这是什么呢？这您就说是不是中国的？您不是拿那盒子来？还要盒子？来，把这个放一放边，拿那盒子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模型太小了，这个坦克。您不能这样。啊。这什么东西？这是。啊，来。这是什么型号的？来，这是 T57。对，大家看看这个模型啊，现在这是 T57 空中网啊。我还要记一下型号，不要把人家搞错了啊。这是空中网送的这个模型啊，就这个模型。我现在再挑一个弹幕啊，挑一个啊，弹幕来，刷一下，来了。想要模型，哎，这孩子吧，他想要模型。想要模型，这为什么没我们点上他过去了？哎呦，真不好意思，这个小失误。哎，怎么为什么点不上呢？我给你们鼠标垫吧。来，好了。好了。哦，酷类似的，刚才点了一次，哎，来，这是谁？刚才那个网友实在是太不行了。不是，他点右键很不好操作，一下就过去了。这位网友的 UID 是21567443。嗯，我看看还有什么。这样，我先把刚刚在咱们宝箱里面抽奖的网友呢再公布一下。获得战舰世界签名鼠标垫的网友是86911764，获得坦克世界签名鼠标垫的网友是16152040。获得坦克世界迷彩 T 恤的是5054757。获得战舰世界迷彩 T 恤的是25804146，获得其中抽了一个坦克世界的模型是4841362，抽的是 IS7。 那张老师，您的签名照片六张，分别获奖的网友是27377581、6406932、
第三位是10313648，第四位是89005755，第五位是19980004，最后一位网友是2092642。那张老师，咱们现场这儿还有两件 T 恤衫。哦，还有啊。啊，您要不签上名字？来，好，给大家送送送，我给大家送东西挺高兴的。看来下次我们的赞助商们要多多益善了，这不够我们做送呢。来，给他签个名字来。是不是其他的就没有？这个是战舰世界的。哦，这是谁的？啊，这是战舰世界的。战舰世界的，展示一下啊。嗯，反了。这儿了。战舰世界这儿呢啊。再给他签个名字是吧？您想怎么签呀？我签到背后吧，让人家签到这个背后吧。嗯。签到背后，让人家便于别最后。反正他肯定不能穿了这件衣服。我的麦克风好。不穿了是吧？这件衣服肯定是收藏，不穿肯定不会穿呀。不穿我就写在这儿。写在这儿啊，这可能会抹。金色的，金色的可以吗 ？OK 吗？可以可以。可以啊，那要不黑黑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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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橘座现在开始给粉丝们签名了。我们这两件 T 恤衫还没抽呢啊，所以网友们的弹幕还是要刷刷的上啊。这是我刚才签了一个名，这是战舰世界的一个衬衫啊，看看谁 ，M 号的，嗯。嗯，这个到时候我们来安排吧。嗯。这样要不要把我这件也签了？哎，你算了，你算了，啊、还有别的吗？我收藏。还有别的吗？啊、还有别的吗？哦，还有个黑的。对，还有一款黑色的，这个用金色的笔签会好。黑的签，签的签的。嗯。这看不太出来啊。您要不黑色再补一个？您金色应该签布上。嗯。金色应该签在布上，这。对啊。好。好，展示一下这个，展示一下，这是谁的呀？坦克世界的。这两件现在还没有网友要。坦克世界的。哦。还是谁的啊？这展示一下。您签这两件还没有网友要，您看要不要？你还是通过刚才那个办法。可以啊，那您再刷一下弹幕。通过刷一下弹幕，有愿意要这个衬衣的吗？你们刷弹幕了，我看看谁愿意要。这是橘座签名的这个坦克世界和战舰世界的 T 恤衫。现在没人。都睡着了吧？没睡着了，没有弹幕了。睡觉了吗？没有，还有人在。嗯，没有弹幕了啊，有了。哎呦，怎么突然停了呢？没有，哎，来了，我这已经来了。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么多。嗯。我看一下，这位网友的 UID 是81625541，好，再抽一个。差不多时间啊。嗯。哇、哦，这么多弹幕。哎。签名都要您的签名。来一个。没睡觉。没睡觉。困了吧？现在正好是。这位网友的 UID 是28146645。嗯。好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奖品就都已经送出了。嗯，是不是差不多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局座怕耽误大家睡。这个今天我们开始的时间呢晚了十多分钟，所以说最后延长了现在快20分钟。这个由于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今天晚上这个活动还是很好，我们在线人数最高的时候可能70-80万啊。张老师，啊，我打断一下，有人非要你生日那天。啊，那就怎么着？我这脱了里头就光膀子了。那我这再送了，来，我再来一件啊。再抽一张。我抽一张、那个。但是我怎么能够签名让大家相信呢？我一会儿脱下来我签上好吧？我这是个2XL 的，给大家说一下。2XL 的。啊，我这个。橘座的标准
身高是180，体重是8公斤，所以他穿的是两个 XL，是我们两个 XL。我一会儿脱下来就给你送了啊，我签上。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展示，你别不相信我吧。所以我说你签我这件，我这个人是个好人啊，我一定把这个送给你。来来来来，现在我看一下，我再挑一下，我再刷一下。来来来，刷起你们，嗯。刷起，大家的弹幕呢？看看飞来来了。刷起来了，弹幕。我这一件我闭着眼睛啊。闭着眼睛，你别点错了，我看着。啊，出来了，这可真是闭着眼睛。哦，这算是我闭着眼睛，这算是压轴吗？来来来来来，你说人家这位网友的 UID 是19349685，哎，稍等，别关，我听一下，19349685。您先别写，这是反着的，您先别写，对呀、啊，这样是反着的。我说下去吧，下去我给大家讲了，这一定了、啊。一会儿张教授签名的时候呢，我们拍张照片，回头呢连照片啊啊，再 T 恤给你都寄啊，一定的，一定的，这个不会骗人。这还在作证，自己给自己作证、啊啊。就我说两句，咱们就结束了啊。我说这个今天跟大家玩的挺好，你们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今年是中考也考完了，这个高考也考完了。有的这个考上大学了，现在今天张爷带你们玩了一晚上啊，挺高兴。这个我是之前跟他们说的，我说尽量的多准备点好玩意送给大家，因为很难得。今天好像送东西都挺多的啊，但是你们几十万人也送不过来。下次呢，咱们抽个什么时间，咱们再整一次啊。等我把这个商城搞好了，弄点什么好点的礼品给大家啊，我闲下来以后也多给大家签点字儿啊，这个送一送。那么今天谢谢大家，你们也都辛苦了，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还没吃饭呢到现在啊，这个所以这么晚了，这个跟我在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的时光，谢谢啊。以后经常上 B 站那个我这个号里边去看我的视频，经常关注就在赵忠微信公众号。今天晚上你们这个粉丝让我从61万增加到将近67万了，我现在没有看，应该差不多到67万了。这个你们回去以后还要宣传一下朋友圈啊，大喇叭喊一喊，帮我这招点人气儿，好吧。那就谢谢大家了啊，各位小朋友晚安啊，各位网络前的其他不是小朋友的老朋友啊，也晚安，谢谢大家。我们也感谢这次直播所有对我们赞助的品牌商们，然后那我们下次再见。